立法院的前议长王金平表态了，伊要选总统。早起来接受到广播电台的专访，伊讲也选一个黄道吉日正式对外宣布。这个元宵了嘛？应该不久了。还有几里度？快了，快了。快，真的吗？你是有选黄道吉日吗？有，当然有。真的吗？你会鼓励韩国瑜去登记吗？自然就是美。你跟韩国瑜说自然就是美啊？对，自然就是美啊。所以很多事情都顺着自然走。那像我在这个自我要求，就是既定的这个路途呢，我们往前推进。面对高雄市长韩国瑜人气真旺，可能会和国民党征调来选总统。王金平讲，这是假议题，伊嘛唔惊党内有其他人来甲伊竞争。